请掀开经本，科会第30面第3行，问成佛前后。看这一说，阿难闻佛所说，世尊也，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佛也。这是阿难尊者向世尊请教。前面所说的法藏比丘修行正果，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帮助十方有缘众生，提供他们修学最殊胜的道场。这桩事情，佛说得很清楚了。阿难也是代我们发问。法藏菩萨成佛，是过去佛呢，还是未来佛呢？还是现在他方世界的佛呢？当然，这桩事情啊，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我们再继续看世尊的答复。世尊告也：“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深了。阿难尊者是从形象上来发问，世尊呢是如理的答复，显现中道第一义谛。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说彼佛如来。这个彼佛就是称阿弥陀佛，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是如来于化身大士果地上的境界，这才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世间人，特别是信仰宗教的人，无不追求永恒。佛这个四句话，就是说明永恒，说明世事的真相。这桩事情很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至少要具足真诚的信心。我们才能够修行正果啊！如果对于这一桩事情疑惑，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了，这是菩萨修行最严重的障碍。
根本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啊，疑的什么呢？就是疑的症状事情。其他事情怀疑不严重，对这桩事情要是怀疑呢，造成菩萨修行不能够破无明正法身。我们知道啊，《华严经》上讲的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是圆教初度菩萨。如果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有怀疑，他就没有法子破无明。因此我们对这桩事情决定要两信。一般宗教讲永恒，只讲到灵啊，灵魂。我们中国讲灵魂，外国人讲灵。他们知道灵是不生不灭的，但是灵有来有去啊，它没有生灭，它有来有去。世间几乎所有宗教都说到啊，我们佛教里面也讲，我们佛教不叫它做灵，也不叫它做灵魂，叫它做阿赖耶识。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佛在经上说，来先去后做主公。到这个世间来投胎，他最先来，他来入胎。人过世之后啊，他最后离开。所以我们要懂得，人断了气之后，呼吸停止了，阿赖耶识未必离开呀。所以祖师大德一再教导我们，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内呀，不要碰它，不要去触摸它。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这个时候他仍然有知觉，仍然有喜怒，万一他不高兴嗔恚心生起来了，这对他的伤害最大。人死了以后，佛教里面说六道轮回，他究竟到哪一道去，决定在最后一念，最后一念生嗔恚了，决定堕三恶道。这个常识我们一定要有，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呼吸停止之后能够在10个小时、12个小时不去碰触它，这是最安全的。就佛家讲阿赖耶，也称之为神识，神识就是阿赖耶识。那么在中国所用的名词呢，也不称灵魂中国人称魂，魂魄
孔老夫子在《易经系辞传》里面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有恒为变，今期为无。”啊，夫子这两句话是说明这个世间动物、植物、矿物，动物包括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啊，《易经》上这两句话说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所有一切动物呢，有魂为变，啊，植物、矿物呢，精气为无。讲得很高明啊，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用的言语不相同啊，意思相同。我们不能不承认孔老夫子的智慧，孔老夫子的境界，那不是凡人，凡人说不出来。那么夫子称呢，有魂，很有道理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赖耶识，它是动的啊，它不是静止的，而且速度非常之大啊，速度很大。你看看，我们念佛往生。所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没见性的，谁到极乐世界去受生呢？阿赖耶识，念佛往生的阿赖耶识离开自己这个身体，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大的距离呢？经上世尊一再告诉我们，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相去10万亿个佛国度啊，这个距离太遥远了。一个佛国度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在佛经上称之为3000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这3000大千世界到底有多么大？我们前面曾经跟诸位介绍过，在此地呢，就不再麻烦。我们概略的来说，现在科学家观察我们的宇宙，他发现这个星球在太空运行依旧是有规则的，好像是有组织的。那么像地球这个行星呢，绕着太阳旋转，这我们称为星系，绕着太阳旋转，我们叫它做太阳系。而太阳呢，又环绕银河旋转，我们称这个大的星系呀，叫银河系。银河系有没有再绕更大的星系旋转？现在天文学家还没发现。在过去
我们一般都以为银河系应该是佛经上所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国度。黄念祖老居士在他的这个《大乘无量寿经》注解最后，他附的有一篇文章，这是往年我到北京，他送给我。他说他来不及写在这个注解里头，希望我印这个注解，把它附在后面，提供给同学们做个参考。那么根据他的研究看法，他说银河系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单位世界，这个我们从前未曾想到过。如果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那一个佛国度数量就非常可观。为什么呢？一个小千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那么换句话说，1000个银河系才是佛经上讲的一个小千世界。以小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这才是一个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学。如果照这个算法呢，那一个大千世界是多少个银河系呢？100000亿个银河系。我们今天科学家了，能够用科学仪器探测的范围太小了。没有除小千世界的范围这么大的这个范围，100000亿个大千世界，那一边才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诸位想一想，这个距离多远我们今天讲天文数字，天文数字还没有办法来比喻可是诸位要知道，我们的神识一弹指就到达了所以夫子说有恒为变，很有道理魂有恒是正确的，如果讲灵呢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魂要是灵的话，你们想想，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谁愿意投胎到贫穷家里要是灵嘛，自己可以选择，一定选到大富大贵人家，生下来就享福嘛。投胎来的时候做不了主，这个魂不灵所以佛家讲这个魂是迷魂迷魂颠倒佛家讲的魂不灵，他迷，所以他才到六道去轮回特别是在三恶道哪有灵他会跑到三恶道去投胎，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夫子呢，没有说他迷，说他有，他动，讲他的这个动态，这个描绘的好，所以他的速度大。但是诸位要晓得，他有来有去，
那我们说他呢，不生不灭，这个有魂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是方便说的，不是真的。要是说真的，真的，他也有生灭。不过，他要彻底觉悟，他就灭了。如果没有到彻底觉悟啊，他存在。那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这个游魂呢，无量劫一直到今天呢，往后如果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六道时间还长呢。长得很呢，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那么他灭了之后是什么呢？他灭了之后就是真如自性。世尊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迷失了本性迷失了自性自性就叫做阿赖耶，所以阿赖耶的体是真如自性，也就是真如自性带了一分迷情、迷执，就称之为阿赖耶。这一分迷要是彻底破掉了，阿赖耶就叫做真如。就叫做自性那么由此可知，阿赖耶并没有灭，它是一个转变是个转变，变成真如自性。真如自性迷了，就变成阿赖耶了。确确实实它是没有生灭的，但是讲到自性呢，自性没有来去确确实实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是讲自性的。自性是如来，佛在大乘经上用的这些名相你像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跟我们说，《金刚经》有时候说佛，有时候说如来。为什么不通通说佛，通通说如来呢？何以有时说佛，有时说如来呢？江居士告诉我，凡是说佛是从事上说的，从相上说的；凡是说如来呢，是从性上说的。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么诸彼佛如来，就是性相合起来说。性相合起来说，那个意思就深了。性没有生灭，相也没有生灭。性没有去来，相也没有去来，这个道理就深了。这个世尊一般的在这个经上少说这些话都是对菩萨们说，对上根立志说对中下根性佛很少说这些话为什么呢？佛说这些话我们听了会疑惑吧？你说性不生不灭说阿赖耶没有生灭，
我们听了还能够接受。啊，我们这个肉身死了，我们的神识去投胎了，我们能够接受。啊，我们的神识不生不灭，我们的身有生灭，有生死，可以接受。如果讲身也没有生灭，没有生死，我们就不能接受了。啊，我们看到，你看看动物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一灭，啊，植物矿物啊有生住一灭，怎么会不生不灭呢？佛说的话是真的。啊，我们看这个世间，肉眼看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的现象，我们看错了。佛的观察正确，正确的不但是性不生不灭，相也不生不灭。这是正确的。那为什么说相不生不灭呢？因为相不是真有啊。金刚般若里头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它不是真的。有生有灭了，这就是真的了。我们把这些虚妄相当作真实，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错误，是我们根本的错误啊！我们的人我执、法我执，都是从这个错误的观察所产生的。于是，这个错误啊，引导我们生生世世不能解脱。啊，造成长劫轮回，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佛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讲了真话，真话这些现象是什么呢？佛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观察到。现在科学技术虽然发展到今天，依旧没有办法观察到。佛给我们讲，所有的现象，虚空法界，都是刹那生灭。它的时间太短了，太快了，急急呼呼啊，生灭同时。啊，说生的生已经灭了，说灭灭底下又生。生灭既然同时了，所以佛就用一个名词来说，不生不灭。诸位要晓得，假如真的没有生灭，这个不生不灭这句话说的没有意义了，没有意思了。确实有生灭，生灭几乎是同时，所以才说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这句话可以解释为生灭同时，灭生同时。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一切境界相呢，是生灭同时的相续相，不是实相啊。这个相续相啊，就像我们看电影啊，用电影这个比喻，诸位呀，能够有一个
清晰的概念。电影的放映机，它放映出来的影片，我们都知道电影影片，放在放映机里面，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片子放出去，再把它关起来，很快换上第二张，镜头再打开，第二张出现了。它的速度1秒钟24张，1秒钟，它这个镜头开关24次，每一次放一张，1秒钟连续放24张，像徐像的，我们看到电影荧幕上的画面呢，就像是真的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眼睛就上当了，没有看到真相了。看到的是虚幻的相虚相。佛告诉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间，六根所接触六尘境界，就是这一种虚幻的相虚相。这个相虚相的速度比那个电影放映机快多了。电影放映机1秒钟才24张。那么佛给我们说明的速度多快呢？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所说的，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这就好像我们镜头开关了，一弹指，我们连续弹指，我们弹得很快，1秒钟我可以弹4次。你们想想看，4×60，再乘90，求900，再乘900，刚刚好2,108,000呐！1秒钟，2,108,000次的生灭，我们怎么能觉察出来？所以误会呀，把这个境界当作真实啊，不知道它是刹那生灭。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性不生不灭，相也不生不灭。性没有去来，相也没有去来，所以说性相不二啊，这你才能入不二法门呐。性相是二，你没有觉悟啊，性相确实不二。那么佛所讲的这一刹那900生灭，是真实说还是方便说呢？我的学习，我认为佛依旧是方便说。如果真实说，速度比这个还要快，我们可以把它证实。但是佛说法的目的是教我们明了这个一切法了，当处处生，随处灭尽，没有生灭去来，只要懂得这个意思，佛说法的目的就达到。至于究竟那个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到时候你自己就明白了，不需要讲解了。什么时候你明白呢？这个大乘经上佛说，原教
八地菩萨是不动地呀，见到阿赖耶的状况，阿赖耶这个动作转变的状况，八地菩萨才见到，七地菩萨还见不到。你才晓得这是多么深的定功。宇宙人生真相啊，八地以上这才亲自证得，亲自见到的。七地以前都是听佛的教诲，自己也能够证得，证这个方法。没有看到事实真相。你比如佛在人王经上讲的一刹那900生灭，我相信900生灭这个境界原叫初住菩萨一定真的。那么八地菩萨看到的事实真相呢，决定不止900生灭。明了这个真相之后啊，我们的人生观，今天讲价值观，你就改变了。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目的何在？意义何在？不一样了。真正明白之后啊，我们可以说一句总话，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的？来学习的。中国古大德讲的话有道理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那这个话有道理啊。我们是来学习。生生世世都是来学习。学习到一定的层次就出了三界了。再往上提升呢，就出了十法界了。我们拿学佛来说，从初发心到等觉菩萨了，都在学习啊，没有别的事情啊。在哪里学习呢？生活当中学习，工作当中学习，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学习。学什么？学觉悟。佛法里面，你们大家受皈依的时候，传授你这个三宝啊，觉正因，学觉悟，学正知正见，学静而不染。这三句话，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正而不邪，皈依僧，静而不染。我们生生世世啊，就学这三句啊。一切时，一切处，我们学习的标准在哪里？佛所讲的经典是标准，学习的榜样在哪里？释迦牟尼佛3000年出生在我们世间，跟我们做了榜样。
最好的模范，八相成道啊！啊，历代这些菩萨祖师大德们，无疑不是给我们做好榜样。我们能看得出来吗？我们能体会得到吗？果然你看出来了，体会到了，哎，你就会学了。你要是看不出来，体会不到，你还是没有办法学。你学不到啊，纵然想学，你学的不像啊，不像一个觉悟的人啊，不像一个正知正见的人，不像一个清净无染的人啊。所以首先呢，你要会看啊。哎，释迦牟尼佛示现门道看出来了，哎，释迦牟尼佛说法我也听懂了，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但世尊讲经说法，我们愿解他的真实义啊！世尊种种示现，我们也要解他的真实义啊！菩萨学处啊，我们这个发心学佛的人，这都是菩萨了，这大家都是菩萨，初发心的菩萨。学处你到哪里去学？你学什么？你怎么个学法？那么这是经典里面啊，都方方面面的教导了，我们要细心去观察，所以他这一句话里面的意思很深很广啊。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这是凡夫的错觉。决定不是真实。法相唯识中的经论，入门的课程，基本课程，入门的课程，诸位都晓得，百法明门论，天亲菩萨造的。这法相入门的课本，这百法里面归纳为五大类。它这个百法是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归纳成一本类，便于教学。这一百大类呢，再归纳成五大类。第一大类心法，讲的八识，八心王啊，讲心法。第二大类呀，叫心所法，心所法是就是这八个心王它所起的作用。我们今天讲心理作用，可以分为五十一类，心理作用。第三一类呢，叫色法。色法是属于物质。我们讲心跟无。现在人家唯心唯无啊。第三大类讲无，物质。第四大类啊，叫心不相应心法。确实它有这些法存在，才起作用。那么这一类的法呢，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心所法，它也不是色法，
但是他与先贤所设法又脱不了关系啊，所以就列了这一类呀，叫心不相应心法。那用现在的名词来说呢，这个心不相应呢，现在人所讲的抽象概念，抽象的，没有事实啊。那佛给我们说，空间是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时间也是抽象概念，不是事实。你看看这个24个不相应里面，方分，方是讲四方啊，上下了，讲空间，方分。十分是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都列在不相应行法里头啊。所以要晓得，这是个抽象概念呢。我们今天讲啊，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过去、现在、未来，全是抽象概念，不是事实。现在科学发达，资讯发达，交通便捷，我们现在知道有时差了。我们新加坡这边晚上，你肯定我们地球现在是晚上吗？美国正是白天呢，哪里是晚上呢？所以你要说地球晚上，对，没错，说地球现在是白天，太阳照着也没错。现在人懂得，如果在从前那个闭塞的那个时代，你要说现在晚上太阳还照我们地球，人家不骂你呀，人家说你胡说八道。我们居在赤道这个地方，一天24小时，如果你要是住在南极、北极，一天是360天呐！南北极都知道啊，半年白天，半年晚上。你在南北极呀，要是说一个昼夜叫一天，南北极一个昼夜叫一天，是我们这里的一年。我们这里一年，他们是一天。现在这一些事实我们都明了了，都明白了。在地球上已经有这么大的差距了，离开地球之外其他星球时间空间不一样啊，就要晓得这个是一个抽象概念，决定不是事实。所以佛答复阿难尊者，是从事实真相来给他说。阿难尊者所问的，是我们凡夫概念当中的迹象。佛以二谛说法，这个阿难问是以速谛，佛的答复是以真谛。这个才是事实真相。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更深一步的去探讨，彼佛如来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我们怎么样呢？现在回来要问问我们这些六道凡夫跟佛比一比怎么样？如果给你说真话了，跟佛一样的。我们现在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迷雾。除了迷雾之外呀，毫无差别啊。这个话大家要冷静想想。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向六祖能大师提出，诸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我们六道凡夫，来有所来，是去有所去，有生有灭。假如我们提出问题去问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一定说，这是二法了。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我相信慧能大师一定是这个说法。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体会到了，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嘛。两样在哪里？两样在迷跟悟。诸佛菩萨觉悟啊，我们迷惑吧。我们迷惑，没有去来，以为有去来。没有生灭，以为有生灭。所以去来生灭在凡夫啊，还是一个抽象概念。去来生灭都是属于不相应心法。这些话说的是深一点，但是对我们修学很重要。你果然能听懂了，当下受用就不可思议。你要没有听懂，你曾经听这个说过，以后多听了，你不会怀疑，你不会反驳，对你修行就有进步，断疑生信。那么由此可知，学习觉正见是多么重要。你要想真正得到觉正见，那你一定要破迷邪染。你要远离迷邪染啊！我们要过健康、快乐、自在的生活。所以，健康没有一丝毫缺陷叫健康，有丝毫欠缺就不健康了。有丝毫的障碍，你就不自在了。华严经里面所说的离世无碍，世事无碍，那才叫得大自在。如何能够得到呢？那就得学，认真努力的学习。只有通过学习，你才能真正得到。不学怎么行？从哪里学起？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教的很多。
有层次，有见学，有顿悟。天台家讲的化一化法，这些都值得我们做参考。那个真正关键之所在，你要把你学习得到的要实现，现在人讲的落实，你所学到的东西不能落实，不但你不能证得，你也没有办法把你这个觉悟啊向上提升一级。我们用菩萨的这个级别来说，大乘教里面讲菩萨，从初性位到等觉位，52个级别。这个级别跟诸位说是大分，细分呢，每一个级别里面还要分很多级别的。像这个念书一样，从1年级念到52年级就毕业了。我们同一个年级里面，假如说也有52个学生考试，从1名到52名，你看看一届里头又有52个级别。诸位从这个地方就体会了。这个就是古德所讲的，即小悟就成大悟。小悟是什么呢？是在我同这一个级别里面，不断向上提升的。在我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上，我们要争取1名啊！这叫小悟啊。大悟呢？大悟是从这个级别升到另外一个级别，从1年级升到2年级，2年级升到3年级，这就好比是大悟啊。菩萨道，说远很远，说近很近，这就告诉你没有远近。修行的时间没有长短，都在迷悟。悟了啊，路就近，时间就缩短了；迷了啊，时间就延长了。路途就遥远了，就这么回事情。楞严经上说得好，性真常中，求于迷悟生死去来，了不可得了。楞严在佛法里面，古人常讲啊，开智慧的楞严经说得不过分了。楞严经里面说真相，说真话说得多。其他经里面，世尊素地讲得多，真地讲得少。楞严经上真地讲得多，俗地讲的少。换一句话说，如来与化身大师们境界讲的很多，是很能够启发我，很能够帮助我们觉悟。这是
理明白了，跟诸位介绍到此地。下面呢，要跟诸位说明的，看底下经文：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居止诺由他佛刹，由世界名为极乐。这从相上讲了，前面从理上讲，现在给你从相上讲了。阿弥陀如来跟诸位说，还在学习呀、他学习已经毕了业了，毕了业之后啊，回过头来当老师，老师教学生一定要事先学习的榜样。那么由此可知，佛法里面的学习没有终止的，成佛之后还要学习啊，那个学习不是为自己，为众生，给众生做榜样，给众生做模范。就像经论里面所说的，我们这部经上也讲到吗？在第二品里头就讲到八相成道吗？佛在《梵王经》上告诉我们，他到娑婆世界示现成佛，这一次是第八千次了，不是头一次来呀、这一次是第八千次，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那就不知道是多少次了。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第八千次，由此可知，他没有休息，自己学成之后了，再教化别人。就如同我们先前的培训班同学一样，前几届你们已经学会了，这个第五届将来第六届招生了，你们就教了嘛，你们就在示现了嘛，永远没有间断。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懂得这里面的目的跟意义。目的自觉觉他，孟子所谓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这是教学。当我们智慧不开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要依靠老师帮助我们，帮我们开智慧，帮助我们觉悟。我们智慧开了觉悟之后，我们要帮助那些还没有觉悟还没有开智慧的人。辗转度化，不疲不厌，这是诸佛如来为我们实现，我们从这个里面去体会。
啊，明白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学佛，自己认真学啊，自己学呢，同时也就是做出样子给别人看，所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两句话我们要长记在心上。如果我们常常把它疏忽掉，常常忘掉，自己烦恼习气又先起现行了，那是什么？那是自己没有能力提起自己的觉悟。古德讲，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的觉提不起来。那要怎么办，我们才能真正提得起，才不至于迷失？古时候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样子，你们如果真的提不起来，向他学习。什么人呢？于静义欲造神迹。他比袁了凡高明太多了，他能提得起来，袁了凡提不起来啊，常常迷失啊。3000桩善事做了十几年才圆满。啊，什么原因呢？常常忘掉。啊，整整10年3000桩善事才圆满。这个不容易成就啊。啊，于静义的成就比袁了凡还要殊胜。他自己没有把他改过修善的这一段事迹写出来，了凡先生是因为教训他的儿子写出来，于静义比他的更殊胜。于静义欲造神迹是他的同乡罗居士给他写，不是他自己写，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要发勇猛心，精进不懈，把自己的毛病习气要革除啊，我们才有不可进啊。最怕的是阴虚，阴虚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这样呢，决定空过了一生，你怎么会有成就？法藏菩萨，实在讲也都是实现，久远劫已经成佛了。哪里是刚刚在极乐世界成佛？那么这一次在极乐世界啊，建造极乐世界这个道场，示现成佛，就跟释迦牟尼佛啊，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呀，仇怨都生了。他在因地曾经发过愿，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曾经发了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这个愿呢，
你要说无心吧，它还有心；你要说有心吧，又像无心。啊，天天在发愿，发了不兑现。啊，发愿的时候很像这么回事情，这一句话念完了就忘掉了。啊，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句话没有了，度众生念头没有了，也就不度众生。我们今天发的是这个愿呐。啊，口里有的时候有愿，口里没有的时候愿就没有了。这个愿呢，随着我们的因生生灭，这个愿是生灭法，所以它不管用啊。什么时候你发的这个愿呢，兑现了，这个愿就起作用。所以成佛之后，他要随类度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应这个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性，你就给他说什么法。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佛菩萨没有定法可说。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就要学习。不是说等到成佛之后再酬愿度生，现在就要干啊，这叫学佛啊。我们现在全心全力去干，跟阿弥陀佛行愿才相应。我们求愿往生，决定得生。啊，我们临命终时，佛决定来接引。为什么呢？愿行相应嘛。那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我现在还没有学成呢，我要跟众生说法，要说错了，那要背因果啊！啊，吴大德常讲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呼声，吓得我一句话都不敢讲。这是错误。你要晓得，他是因为错下一个字转语吗？那只要我不错就行了吗？我今天没有智慧啊，言能不错呢？孔老夫子教给我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教训好啊，佛也是这样教我们的。这一句我知道的很清楚，我就给你讲的很清楚。这一句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不清楚，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我就把经文念下就好了。念没有错吧？人家说，哎，法师，你这个经文念下去没讲啊？我没讲没错啊，我念了就行了。我不一定要全讲啊，不会的我就念，会的我就讲，你就不会犯错误了吗？这个办法我们要会学，学了才能够酬愿度生，现在就可以干。我们看古人的注解，
我过去学了研经，我就度过许许多多无大德的注解。明明看到这个经里头很重要的意思，哎，看他囫囵吞枣的，这么就过去了。我们怀疑呀，这个重要，他为什么不注啊？我们就拿着这个注解的本子去问李老师。李老师看着皱了眉头，他也没搞清楚，他不懂啊！啊，我们明白了，这话是真的。那于是我们再参考别的本子，看看别的人对这一句读得怎么样。再去找别的本子，实在找不到可靠注解来去讲，那我们就念念就算了吧，经文念下就好了吧。这样啊，我们才真正肯抽愿度生。这个度生就是帮助别人呐，时时刻刻记住帮助别人，全心全力帮助别人。你果然肯这样做，那就恭喜你了。以得三宝威神加持，这个几乎许许多多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经验。过去地贤法师讲圆觉经。他自己写的《圆觉经讲义》，可见得他准备的相当充分了。写成讲这个讲义，在讲台上讲啊，或者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发挥呀，超出讲义的范围了。听众当中有几位大德居士，以姜维农老居士为首，这些人听经呢，都做笔记，笔记做完之后，全部交给姜维农居士整理，把它汇集整理，第二天送给老和尚。去看，请老和尚改正。老和尚一看，这是谁讲的呀？这昨天晚上听你讲的吗？我讲的这么好啊？佛菩萨威神加持的，所以他们的笔记，一部经听完之后，他们笔记也出了书。圆觉经清文记，你们看这个地贤法师全集你看看序文里头写的圆觉经它有讲义，有清文记清文记是那一些居士们写的，佛菩萨加持你只要真心肯干，我学讲经，我得力于李老师一句话。至诚感通，老师当年教我们呢，讲经谈何容易啊？这不是小事啊，大事啊！就佛法方面来说，你要通达三藏十二部，你不通怎么讲呢？就世间法来讲呢，你要通达世间一切学说。那个时候，他是说不说别的吧，就说中国古时候的四库全书，你要是不能够通达，你讲什么经啊？那以这个标准的话，那我们全部被淘汰掉了。
那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决定断灭了，谁有这个能力？所以以后老师就教我们的方法，它是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我们不是讲经，我们是讲注解，等于说把古人的注解，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写的，我们在讲台上把它翻成口语。我们初学讲经啊，是这个办法。讲别人的注解，这个不要紧，讲错了，注解的人负责任，我们不负责任。只要我们依照他的注解讲，不要自己加意思在里头，自己加意思在里面，就怕自己出了问题了。不自己不加意思，完全照注解讲，那讲错了，责任他负，我们没责任。放心去学讲啊。那么更进一步呢，这老师教我给了送了我四个字，至诚感同。他老人家教我，我们要通达事出世间法不可能啊。可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求感应。用求感应的方法呢来通达。什么用什么方法来求感应呢？诚，至诚，真诚到极处啊，就通了。在讲台上讲经啊，超出你准备范围之外啊。老师这样教我，我就真的学着去做，果然有效。所以我最初讲经，我讲经到今年42年了。头10年我有准备，10年之后啊，全靠感通，不准备了。全靠感通啊！所以我常常跟你们同学讲，我讲的都句句真话。我把我这个身体在讲台上啊，借给佛菩萨用啊。说出来的话不是我说出来的，佛菩萨借着我这个口说出来的。我肯把身体借给他用，你们很吝啬。不肯借，那有什么法子呢？所以我劝导你，你们要发心啊，肯借，身体借给佛菩萨用，那就灵了吧。一上讲台，经文一翻开，字字句句无量意呀，讲不完呐。绝不是自己能力，自己能力平常你问我一句，说老实话，我讲不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非常感激诸位同修啊，我也沾你们的光啊，彼此都沾光啊，我用真诚心求感应。诸位要没有福报，我就没有感应了，也蒙诸位的福报啊！善根福德因缘，所以我上是感谢佛菩萨，下面是感激你们每一位听众你们不发心到这儿来听，佛菩萨感应就没有了我跟大家讲的是真话一句都不假。这样呢，你就晓得我们学一句就要教一句，要传一句，
学两句就要传两句，千万不可以等我学好了我再来传。那你等到哪一年？等到死自己还觉得没学好，那不就完了啊？你一生所学的都带在棺材里去了，对这个世间对佛法毫无贡献，这个观念错了，不能有这种想法，应当大着胆子，今天这个世间介绍佛法的人不多，我们再不干，谁来干？真有大德，有大智慧，有大福德的人，他们来干，我们好，我们退下来做学生嘛。没有人干了，我再不出来干，怎么办？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一层呢。我不出来怎么办呢？一定要劝自己出来，弘法度僧。阿弥陀佛，现在西方啊！诸位要看清楚这两个字，现在。现在这两个字怎么讲？是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呢？这个说法意思浅。那应当怎么讲法呢？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在西方啊，西方又成了问题。地球是圆的，我们往西方走啊，走了走了又走回来了。所以有人就问了，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啊？那这问题来了。我们现在坐了飞机，从西方就飞，大概飞了20几个小时，又飞回来了。西方没有西方啊。到底哪里是西方？就在地球上，每一个经度，往前面看是东方，往后面看是西方。一了一度啊，东方又变成西方，西方又变成东方，方向是抽象概念。那么佛为什么要说一个西方？因为阎浮提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没方向，因此需要直方一向，让你的意志能够专注，用意在此地。并不是真正的给你说个西方，是希望你心不散乱，你能够向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心专注，是这个意思。只要你达到一心了，
感应就现前。我们念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就是一个讯号。阿弥陀佛不管在哪里，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我们的波啊，这个像电波一样啊，我们这个心波在发现啊。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就能收到，感应道交啊，就像无线电波一样。这是从礼仪上讲，没有方位，没有时空，所以古德才说：生则决定生，去则是不去。为什么呢？没有来去生灭嘛。你一定认得有个西方的时候，你就有来去生灭。你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没有得一心不乱。这是从理上说，要从事上讲呢，给诸位说，佛所讲的西方不是说我们地球的西方，我往年呢，跟人家讲，有人来问，我跟他讲是银河系的西方。这个讲法在世上讲也能讲得通吗？银河系，12000年，释迦牟尼佛的发愿是12000年。12000年在整个银河系的旋转呢，角度啊很小，没有离开它的方位，能讲得通呢。但是世尊的教区娑婆世界，娑婆3000大千世界，娑婆3000大千世界的西方，应该是这样。这单位世界，一个佛世界，一个佛界，应该是如此。如果以娑婆世界为中心，在娑婆世界的西方，那这个可以说12000年呢，那移动的角度可能才几分几秒啊，一度都不到啊。这个说肯定不错，可以用这个说法，这是从相上说，从理上说，我们都要懂。去阎浮提，阎浮提是指我们地球，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百千居止乃由他佛刹，百千居止乃由他，就是弥陀经上讲的100000亿。他这个里头用的单位是印度梵文的单位，翻成中国的这个单位呢，就是100000亿佛国土，佛刹就是佛国土吧，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3000大千世界。但是我们在大经里面读到，佛国土也有大小不相同。有的佛国土一尊佛，他教区是1个3000大千世界；也有佛，他的教区是2个大千世界、3个大千世界，乃至于10个、20个大千世界不等。因此10000亿佛国度又有
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指十万亿个诸佛如来的教区，另外一种呢，也可以指十万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两种说法呢，都能讲得通。但是你要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呢，那就很难讲。不要在这上去分别，不要在这上去计较。一定要知道十方世界众生，欲求极乐世界，无论距离多远，刹那之间就到达。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空间跟时间不是问题。问题在一向转念，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发菩提心，发觉悟的心。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不肯全心全力去帮助人，什么原因呢？迷而不觉。实实在在说，要常常检点自己。要常常觉悟吧，觉跟迷区别在哪里？什么叫觉？什么叫迷？我们凡夫很难界定。好在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给我们举的事例很多。总而言之，念念为众生就是觉，念念为自己就是迷。从这个地方呢，鉴别比较上容易，也很妥当。我把我所知道决定没有吝啬，决定没有保留，和盘托出，供养众，这是觉的行为。我帮助别人呢，还要留一些，这佛法讲令法了。为什么要留一手呢？怕将来别人超过我，这是迷呀，这是不觉。迷悟的果报差别很大了，觉悟的人呢，诸佛菩萨欢喜呀，常常帮助他，加持他。迷的人得不到佛菩萨加持。果报愚痴，他令色令法吗？令财的人贫穷，令法的人愚痴。所以我们帮助别人毫无吝啬，全盘托出，你的智慧天天增长，你命里头那个财富天天增加，绝不吃亏呀。这个话佛讲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学佛的同修，乃至于出家众，我想我们听了总不止1000遍、2000遍、3000遍，我相信不止3000遍。
可是怎么样呢？依旧吝啬。啊，到底要讲多少遍才真的把你唤醒？可能到啊十万遍、百万遍、千万遍、亿万遍啊，这才觉悟。真的不是假的，这话是真的。啊，所以佛陀对重要的开示不断在重复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佛在一切经论里头，我的看法绝对不会少于一万遍。佛为什么讲的这么多？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没有这么多啊，听的人不会回头。凡夫确实健忘啊，听了之后怎么立刻就忘掉啊？他要不忘掉，他就会落实，他就会做到。为什么不能落实？忘掉了。啊，念经的时候清楚啊，提醒的，一转头就忘掉了。这个就是世间人一般讲的劣根性，太严重了。如果我们学习到的东西理解了，立刻能落实，成佛何用三大阿僧祇劫？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为我们实现的一生成佛，《法华经》里面龙女八岁成佛，到底是什么道理？他只要听一句就记住，他不会忘掉。他明白了，他立刻就落实，一生就成功了吧？我们是太健忘了啊！这是我们严重的障碍。现在这两个字，一看讲得多么亲切，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现在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下面讲有世界音乐记录，着重在有啊，不是假的啊，确确实实有。所以藕益大师他接受净土法门之后，他念阿弥陀经啊，弥陀经上讲的三句话，说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他读了这三句，他把他的号改了，就像了凡先生原名学海啊，觉悟之后改名了凡。藕益大师看这三句经文，改名稀有老人。他把他的别号改成稀有啊，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确实有佛号阿弥陀，阿弥陀佛现在在那里说法。
向往之心呢，油然而生呐。但是我们要晓得，要知道事实真相。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示现这个净土，方便示现，就跟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所示现的娑婆世界一样。但是娑婆世界没有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殊胜，这个原因我在前面曾经跟同学们报告过，西方世界何以那么殊胜？这就好比我们盖房子，我们住房子，娑婆世界老房子，几十年的老屋，所以这个房子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破旧的地方啊，常常需要修补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新造的房子，完全是新的啊！你看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在世间，新造的啊，所以样样都殊胜。我们买房子呢，买新房子那就到极乐世界去，买旧房子嘛，那就在娑婆世界了。这个比喻大家好懂。另外呢，再举个比喻，诸位再去体会。像现在许多国家都开放移民，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移民去的。跟诸位晓得，没有生死，我们移民去的。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我们的神识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换一个身体，莲花化身，这个身体的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界成佛，这个世界是一个老的世界，许许多多这个如来在这里成佛，走了之后第二位佛又到此地来成佛。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化运走了之后底下一尊佛是弥勒菩萨来成佛，老地方旧的世界，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新造的新造的，换一句话，它里头没有原居民，老世界里头有很多原居民，原居民这个习气很重啊，很难度啊，你得要好好调教它，这个难。那西方极乐新造的这个世界呢，过去要去移民条件限得很严格，不够水平的不要。所以他好啊，静听好，挑拣好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好人，没有坏人。你看看经上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他的条件是要上善，换一句话说，至少在我们心目当中讲，把这个水平降得很低很低了，上品十善。这是我们讲的，这水平讲得很低。上品十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你要晓得发菩提心里面包括什么，净业三福全包括了。你一定都做到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做到了。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威仪，你也做到了。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度诵大乘，劝进行者，你全都做到了。然后一向专念，所以你看看他挑选的这些以名的人，他是这个条件才去的。你没有这个条件，你去不了。单单说念佛去不了。所以现在日本传的这个本愿念佛，我们要知道不可靠。为什么呢？跟经上所讲的条件不符合。最低限度要把三福完全做到。三福里面包括十善业道。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才叫上善。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争取一名的对象。换一句话说，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善人，阿弥陀佛都欢迎，请他们到极乐世界去。心行不善，虽念佛也不能往生，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一个善缘，阿赖耶识里头下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而已，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